不要，先进场，好吧？先进场吧。哎，我好。来来来，真的。哎，拿事拿事，没关系。好了，拿这个，拿这个。刚刚有一点点状况，所以我们一直在学校门口已经等了一个小时，然后有点晚了，然后那个大家聊得特别高兴，我就加入。热烈的掌声送给冰冰姐，请坐，冰冰姐。大家知道这个电影里头啊，这个李雪莲呀、啊、是闯了会场，是吧？那今天呢，因为这个。因为这个咱们大学生太热情了，听说这个冰冰要来，是，所以呢外头围了特别多的人，这个公安部门就非常紧张，所以就是说能不能范冰冰就别来啊，为了安全，为了不出事儿。但是冰冰呢是觉得我都到了武汉了，我无论如何我应该跟大学生见面。我刚才进来的时候，我们每辆车的警察都在搜查，搜查里头有没有范冰冰。会有一些小小的突发情况，我们先请冰冰姐稍事休息，一会儿再来跟大家见面，好不好？掌声，谢谢冰冰姐，谢谢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别走啊！不要走。我要说这件事不是我们社组可以控制的。其实我是觉得红军事情很好，现在就是要求他马上离场。说如果不是的话，就断电。为什么？哎，那我们可以点个蜡烛。要不然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再有。有三个问题给我，然后我跟大家再聊一聊。谢谢冰冰姐，谢谢。这是我们这个冰冰姐，我相信这次呢，在五十三周年，冰冰姐给大家更多的惊喜。未来我们期待更多的惊喜从冰冰姐的身上看到。谢谢你，谢谢。等一下，我相信冰冰姐和我们百分之三这么有缘，一定会再见，好吗？一定会再见。谢谢，我们掌声接受了冰冰姐，谢谢。范冰冰是哭着离场的，她真的哭了，很不舍离开这里。出现范冰冰的这个在这儿点一卯就得给弄走这事儿啊，你让我再谈喜剧，我也没有这谈喜剧的心情啊。我也算大的湖北人啊，因为我媳妇儿是湖北人啊。这个，所以我要跟他汇报。到武汉经历这样的事儿，我这个拍电影有生以来头一次经历，这也是让我对武汉留下了不可。